哎呦！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呢带大家去看一下《午夜忍者村》，居然出现在 GTA 里面呐、啊！走，直接传送过去了。哇，这地图超大的，半个洛圣都了，是不是？可以看到后面直接有那个，哇，四代火影的人头像都出现在上面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刚开始进来的时候，这是可以出去的吧？可以耶，你看它这里是出现在一个森林里面，有没有？然后，哇、哦，也、欸、超屌的耶，直接进去啊！那我们这次富兰克林呢，其实他已经有学会了我们这个物业忍者村里面的忍术了，所以呢，他会基本的跑的感觉呢，就像我们的火影忍者里面哦，哇，好酷哦！这个东西出现在里面还蛮屌的，看看。哇，就差没有人，这是什么啦？哦，这好像是很多的昆虫哎、欸，昆虫在这个竹篮子里面哦、喔。啊，这个是贩卖的东西就对了。然后还有我们的收银台啊、喔，那这里呢会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喝茶的地方是不是？一番是抽一番赏的吧？哦，这边是什么虾什么东西？这个字我不会念啊。这可以进吗？哇，这进不去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以看到这个这边的街道是真的还蛮，真的就是跟那个火影忍者里面一模一样啊！啊，这个红色罐子跟白色罐子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这钓鱼啊！哇，这还可以钓鱼，好酷哦！哎，我直接跳进去。那我要出去啊！我居然这什么地方啦？它出现在这地方有点怪异哦。哦，先出去，出去。哎呦，哎，我是不是卡住了？这样不对吧？哎，真的顶住了，顶住了！哎，我先把自己救出去啊，这样子怎么行啊？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我们就直接拉出去啊。大人世界还是什么太福尼？是不是吃东西的地方啊？这是什么店啊？我没看过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那个啊，什么丸子的店啊。哦。这是烧肉店哎，烧肉店有卖烧肉是不是？烧肉店目前没有开放。烧肉 Q 啊 ，Q 弹的 Q。哎呦，酷哎，后面还有垃圾桶啊！我看看啊、喔，跳出去一下，后面还有斗技场是不是？去斗技场看一下，这应该是斗技场。真的耶，这边打斗啊，酷！我先出去了。然后呢？它这地图还有什么特别的？哎，我卡住，等一下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木叶的病院医院呐、啊。好，等一下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地图上面有一个像是一个人在爬墙的图案哦，它可以爬住东西啊。等一下，我先出去。等一下。这高度可以吗？我觉得六号应该可以，高度可以啊！哎呦！哎，有门不走，又跳干嘛？来进来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爬墙就对了，直接爬墙啊！爬在上面，哦，传送回来了，我再试试看。哎呦，哦，好酷！直接在这边看下去。整个木叶村，好不好？直接是在我们的脚底下面的。振作啊，富兰克林，不可以倒啊，不可以倒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这地图好大哦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去啊？哎呦，我怎么摔下来了？No！ 哎呦啊！我们去看一下总部啦。这样，最近的这个是打坐区，在左上角，是不是？我先去追这个看看啊、喔。这个，这什么啦？要做什么游？是游家啊？瑜伽啦？要做什么瑜伽 ？Yoga？ 做瑜伽啊？
好啦，做一下瑜伽啦。哦，哦这个 view 好哎，这个 view 超好的。这 view 还可能要四个人头、哦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总部啊，好不好？总部啊。哎、欸，进来了哇！我们的火影刚好不在啊，大家都出去远足了，只有我们的富兰克林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边的字密密麻麻的，在写什么啊？我们就一人称看嘛，而且还可以看出去耶，看看偷看别人家。如果对面有小英在换衣服，你看桃色什么东东的，应该是一家店吧？我不知道什么店啊，看不懂啊，什么桃色？好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再去看一下旁边有什么东西啊，先出去一下。哎、欸，跳出去！哎呦，欸、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理容院是不是啊？什么是理容院？旁边是银行啊，木业银行。OK， 然后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哇、哦，还有地下室哦！地下室要去哪里？哦，哦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它水管在下面，它下面是水管，然后我它绕一圈的，酷，我第一次看到。那棵树，那棵树可以干嘛？你好看，酷，你好看，我先出去啊，先出去啊。哎呦，哎呦，然后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还蛮精致的，这个是什么小花盆啊？小花盆嘞、欸。哎呦，小花盆呢？你打他吗？不能打他、啊。这要是什么啦？这装水的地方啊。哦，这是什么贩卖机哦？通速什么钻哦？通速钻贩卖机，不知道卖什么东西的。哎，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哪里看看呢？哎、欸，先出去了，先出去了。甘美堂，这是做什么的？看起来是吃东西的地方啊，应该吃东西的地方啊。这个是什么字啊？看不懂，没关系。来来来来来，汉方药，这里有卖药哎、欸，有卖药品啊。哦，九九屋为什么不是居酒屋？九九屋，这应该也是。喝酒的地方，不死心啊！我来看一下我们的拉面店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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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应该怎么走啊？拉面的，我们的拉面啊，这里啊，我找到了啦，名人最常去的一乐拉面呢，好不好？一乐拉面呢？哎，进不去啊？哎，没开放是不是？来来，没关系。哎。欸、不让我进去哦，不让我进去，那么久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用另外一个视角看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飞进去看，哎、欸，酷哎，我的这个模组做还不错，你看，你看杯子的贴图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哦，我这个是错位吗？有点错乱了，OK， 然后这里是什么？我、哦、这边是空空的，这边应该是可以改装成。什么厕所还是厨房之类的东西啊 ？OK， 然后我们至少找到我们的一乐拉面了。来，我们找看其他的东西哦。渔场是可以钓鱼的，是不是？可以钓鱼的吗？再上去看一下。哎呀，那这里进不去啊，进不去啊！哦，这里有冒烟哦，所以是有在煮东西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是哦，桃色，不知道桃色是什么。哦哦哦哦哦哦，酷！等一下，我刚刚跳上去哦。喂、哎，哇，超高的，超高的，哎，飞上来，飞上来。这边有一个，像是一个花盆，这是花盆是不是啊？这有点像花盆，我、哦、不确定，不确定什么东西。好，我再上去看一下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！哦，好险啊！对吧？富兰克林有练过忍术，好险他没有受到什么重伤啊。OK， 各位是不是很棒？
可以看到我们的牧野忍者村的基地在这里啊。然后我们的富兰克林呢，就已经学习到了一身忍术了。下一次我们再来拍一系列的火影忍者。感谢各位收看，下次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超级的多仿，刻意的模仿，只会坏的分身。我出点平常，注意的形象，黑的非常不登。我天赋怎么个定数？进步记录，行进 get the flow， 进入了艺术的听出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战神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得狠，准备点其他都不会输，别人被他玩的真，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挖三个坟。